美美，最近有没有写？有啊。有哈、哦，你再给我看。你都太客气了啊。其实老师在讲别人的时候，我就有感觉到自己的缺点了。嗯，对，所以我们上课的目标也是希望这样，就是在讲别人的时候，不是自己没事。嗯。啊，其实都有相关系的。我有一段时间去杜老师那里上课，我满肚子的疑问，等到老师刚帮别人上完课的时候，我疑问就解决了，嗯，就是这个感觉，就是这样，棒。很多都是自己内心的问题关照，然后害怕不安，然后影响了整个日常生活的作息，所以只要能够有人讲出你内心的一些状况，甚至用经典里面去帮你解决，说你看，孔子也曾经这么说，老子、庄子也这么说，对这个事情，啊，释迦牟尼佛也这么说，那你还不会吗？啊，这样一说就通了。他这个还有点故意呢，快要破风了哦，效果很好。这个椅啊，在这里很重，跟这个锁居这个空白啊，就起不错的一种呼应。他这个呢是写鱼精，象之写鱼精哈、哦，这两个字写蛮大的。他先写小小的鱼精，可是后来发现呢，不要这两个字。古时候没有立可白。是啊，没有立可白。这样，鱼精。你觉得古人为什么毛笔字写那么好？毛笔就是他们用的书写工具嘛。对对对，是因为他们每天都在使用，熟能生巧。对。但你这样讲也不对，因为如果熟能生巧，每个人都书圣了，为什么不是只有一个王羲之？关键点在哪里？在绝。别人都要来奏信啦。以前念书的人少啊，做事的人多啊。对呀、啊，所以我才说是贵族啊，就是士族那些当官的人。贪官啊，到了过尾巴那个虾鱼，他更不认识几个字。嗯。当然，贪官也有出头的啦。所以我们现在人圆珠笔写的比毛笔好，就是这样。嗯。当然，这个里面有一些牵涉到好的标准在哪里。对啊，我不见得你们说的那个我接受，因为你说圆珠笔写的比毛笔好，那可能是个人性的。嗯。那真正的圆珠笔还是有圆珠笔好的一些需要学习或注意到的地方，甚至一些技法，我们也是。圆珠笔写真的是没有什么技术的。No。有。错了。老师有写那个硬笔的那个经。那个太大的不同了，不是那个就是这样，字体是不一样的。那个我是说，那个没有毛笔，那个是绝版，买不到。当初那个法古啊，俯仰之间，仰仰仰啊，仰仰是，讲话讲了，不是没有关系，老师，我写在最后面，可以写在这一行的最后面。在这里啊、哦，点一个字掉，这样就知道。我刚才有讲，其实你们在临任何人的字，其实都已经加入你个人的
当初的状况，比方我们刚刚的状况漏了一个字、嗯、那个是集体的一个意识，所以那个发生的就是要接受，心里要安，不要不安，不安你就往后就没办法写。鸡呀、啊，鸡，一鸡，嗯，一鸡的鸡啊，对，一个翼，再一个错、嗯、错步。刚刚在这里再写一个小字，在这个样。啊，有一个三角形。好，我们先改这个鱼精这里。我们把它写大一点，啊，略淡一点。既然是他错了，你为什么不把那个对的写上去？为什么要写两次呢？啊？就临摹，就临摹啊！就临摹啊！好玩就在这里，对啊，对啊，他就是错了，还是错了？说得好，好玩就在这里。对啊，其实好玩是这是模仿。好玩其实是古代的一件对艺术的那个根源啊、哦、的一种探索的一种。基础就是说，那你学要学对的、啊，模仿错，你模仿说，就人类为什么要模仿？嗯，模仿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有一些是包含着游戏的性质，所以好玩。它这种游戏性质，人类很喜欢模仿，模仿动物的行为，模仿这个大自然变成我们的文字，模仿说话很多很多。比方说刀剁生的剁，剁剁剁剁，它就形成多多少的多，因为它把那个肉从大块剁成小块。就那是多，那声音就来自于剁肉声，很好玩吧？